家好，我是吉安 Coco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紫色的截断眼妆，就是轻肤美风的，带有一种猫眼的，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猫眼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眼线呢往上挑，然后呢，这个截断是后面这一部分呢是带紫色的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也搭配一件深蓝色的贴近这个眼妆的衣服。那么，然后今天画的这个紫色的截断是欧美眼妆呢，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别忘记转赞评哦，拜拜。是江户口气的关注我哦。